さあ、まえさん、本日で5回目です。デジャブでしょ、みんなデジャブ。ハロー、でも、チェさん、我々今日我々要来到デジャブ、デジャブドンキー。我們已經是近呢大半年嚟我哋第五次去到拍呢一個當當當期嘅新鋪開張啦。我發覺我哋完全係咧，我哋係做咗一個咧新鋪開張嘅一個影片系列出嚟。除咗當期之外咧，我哋都好多鋪頭咧，我哋有去睇呢一個新鋪開張啦。但我想講咧，今日我哋呢一個咧不閉啦，我哋俾大家睇下我哋而家喺邊度先。我哋而家身處嘅位置咧係呢一個嘅將軍澳。誒，我哋企咗喺個單車徑先，我哋離開單車徑先，係啦。我哋而家就係喺呢一個咧，將軍澳嘅嗰、那個應該係 Monterey， 因為呢一邊咧我都係第一次嚟，我都唔係好清楚呢度其實係點樣。咁但係呢一個咧，當當當期咧喺正呢一個住宅樓下，哇！住喺將軍澳嘅人，我覺得真係超方便都會，搞到我即刻想搬過嚟添。麥神，將軍澳啲熱果蔬果，佢啲 Benny 自己做過嚟噶。麥神今日準備咗極大量嘅購物袋，你諗住買幾多嘢啊？諗住唔該快啲，唔該快啲喺大埔。或者在新界北，いやでも台本できる前にシャーティンでしょ次。まあシャーティンでしょうね。ニューテリトリーだったらシャーティンでしょうね。もう台本はもう映画館もない、何もないだからね。可能性はないね。可能性は低い、極めて低い。ユンロかシャーティンだね。まあそうだな。残念、無念。点都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咁啊准备入去里边，咁我哋就睇一睇佢呢间新铺有咩巴闭啦。我哋今日同以往一样，咁我哋都系咧提前入去里边，咁啊兜圈嘅，咁啊带大家入去里边望一望。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阿登新铺当当当期 ，media reception， Monterey Place Team， 多方运动及宠物商品，呢、這个我要睇喎、啊，呢、這个。11月11日は君のあのボーイフードの。わ。11月11日早上10点开幕。あ、ジャスティスの。早过我啲 T 恤开卖喎。一入嚟咧，咁啊，大家见到当当当期啦。咦？震撼价10蚊鸡 ，Mason。十ドル。やだ。100円ショップ。十蚊鸡买咩先？哦，买哦厨房用品。え、これ超便利じゃん。キャンプに良さそう。なんかあの虫が入るじゃん。キャンプに行くとさ虫が入るじゃん。お、これ便利。日本製だって。呢個都十蚊啊！呢個都係。震撼價十蚊雞。喂，佢呢個 corner 全部十蚊雞，會唔會太過分啊？有廚房嘢啦，跟住有呢一個按摩物，瞓覺用按摩物，高速威靈一米極速快充電線。其實今日咧，佢呢間新鋪開店咧。因為佢個位置係喺正呢一個嘅民居下面啦，咁所以住喺將軍澳嘅人咧，真係會超方便。但我今日嚟咧，我主要係想揾一啲咧，可能喺之前幾間鋪頭咧，可能有見過，但係我冇乜點留意到嘅一啲產品咧。咁我想睇下揾下有冇。佢啲超可愛定幾多？可愛。佢啲超可愛定幾多？哪一個咧？喂，佢呢個叮噹波好得意喎，咩料啊？喂，佢呢個叮噹波。Melody が流れるよって書いてある。Melody が流れるよって。佢呢個波咧係彈下彈下嘅時候會播音樂，會播歌嘅喎。啊，家陣啊，俾 B B 仔玩嘅。哇，呢個叮噹波好得意喎，唔係講笑。哆啦 A 夢 Bouncing Ball 149.99，又唔係好貴啫喎。麥神麥神，我哋麥開麥開さ、これを紹介しようとしたんだけど、でも君はみんな知ってるでしょ、紹介する必要ないでしょって言うんだけど、就係呢個咧貴草土嘅呢一個嘅沖涼墊。即係沖完涼行出嚟之後咧，佢呢一個嘅板咧，佢呢一個嘅好似石板咁嘅嘢咧，貴草土咧，佢係會將嗰啲水咧全部吸走曬，係非常非常之好用。我自己屋企裏面咧，我用咗都兩三年。但係呢一個咧 ，Marissa 次次都話：，大家知道啦，呢啲咁嘢唔使介紹啦咁樣。但係呢個真係咧，如果你唔知係咩嚟嘅話咧，呢一個係超級超級好用嘅，真係要買一塊真係噶。睇啲事新幹線都得啦。回转寿司 train， 我哋今日拍片咧系呢一个嘅我哋今日拍片系呢一个嘅星期二嘅十号嚟嘅。我哋事前入嚟啦，咁啊呢度好少人啦。咁但我相信开铺之后咧，都唔会有太多外来人嚟，应该会好多咧住喺将军澳啦、坑口啦、宝林啊呢一边嘅人咧，可能会过嚟。系呢一个，因为我哋系揸车过嚟嘅，我哋唔知道其实呢度近唔近地铁站。如果近嘅话咧，相信住喺呢度附近幾個 area 嘅，頭先講啦，寶林啊、坑口啊、將軍澳啊，
呢幾個站嘅人咧，我應該係話成個九龍東嘅人都可能會嚟呢度喎。如果近地鐵站嘅話，跳個 Mason， 咪出我一次桑拿摩托車先啦，出多一啲。咪超唔好收正啦，过嚟，好似劲好食咁都要抢，$10一条哦，而家系平咗少少，平咗2.8，但好似好味喎，佢出到口哟，佢哋，咦，暂时我哋个进度有啲慢喎，入咗嚟都已经啊10分钟咯，买得咁少嘢，唔得咁样喎，啊，头先开始一路听到啲怪声，我谂紧咩嚟嘅？原来在我哋头顶有个火车喺度行紧，原来啊，就系只 Donkey 嘅公仔喺上边啦。点解啲酒可以咁平嘅？9.8，23% off，9.8一罐嘅超 high， 呢个我上次同大家介绍过啦，住 high， 好平喎，点解咁平啊？9.8一罐住 high， 跟住之后$15一罐呢啲嘅柚子酒、柚子苏打。柚子蘇打，咦，冇酒精喎，但呢個係。好啦 ，Mason Dada， 我講到此家啦，我講到此家啦，陣間喺度記錄。呢一個咧，真係要同大家誠心介紹。呢一啲咧，Ugon， 我喺日本讀書嘅時候咧，類似呢一啲咁樣嘅，佢有飲嘅，佢有藥丸嘅。呢一啲咧，拍一粒或者佢有飲嗰啲咧，飲一罐之後咧，千杯不醉，我同你講。咁呢個當然啦，呢個係個人差啦，又係嘛？即係有啲人可能飲完唔會醉，但都有可能有啲人咧係飲完之後咧，劏落咗都係都唔出奇。咁但係呢一個咧，真心有用，姜黃係啦，但推介飯局頻繁飲酒嘅人使用啊，呢啲真心有用嘅喎。結果日本人は飲み会の前にウコを飲む。でしょう。まあまあマイさん、すごいねこれ。猫狗宠物街有成个宠物 corner 喎，正啊！系咪又要买 chulu 啊 ？chulu ch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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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h u同 Donkey 有得比嘅 Chow Tulu 嘅主題曲。好啦，離開呢一個嘅寵物 area 之後咧，咩料啊？呢間 Donkey 大到咁樣嘅點解？你睇下嗰邊，你呢度全部係賣肉嘅 corner 啦，賣肉係賣牛肉、賣豬肉、賣肉 corner 啦，賣嘢食 corner 啦。跟住嗰邊一路去到嗰邊都係嚟嘅。跟住之後得翻埋呢邊咧，不過 area 又係勁大個咯。呢條片我哋已經講咗幾次啦。將軍澳嘅居民實在太過有福啦，真係強烈要求。強烈要求大埔開翻間唔該，沙田都得，唔一定喺大埔啊，沙田都得。喺沙田嘅話都近我哋，喺沙田開翻間唔該。Mai san， 我先咩咯？呢套食券都搞咗，多謝。皇上餃子啊，呢個唔使講啦，唔使介紹添啦。跟住仲有咩好食啊？五木炒飯，五木炒飯好食啊。誒，呢個好食。係喎，呢個上次 Mai san 整過一次俾我食嘅喎，呢個五木炒飯，呢個五木炒飯好食嘅呢個係。嗰只咪我 call 到咩嘢？系啦，呢个都好食嘅。其实我哋搵日真系要做翻一个冷冻食品特集，去到同大家介绍下。如果要同大家介绍，必定要买嘅嘢咧，必定系冬兵卫，$28三件冬兵卫。冬兵卫真系最好食嘅日本杯面嚟噶，唔系讲笑。呢个咁我哋唔使问啦，买三个啦。Mason， 东北蜜汁。我哋今日咧睇嚟，我哋嘅主題咧，主要都係會介紹呢一啲嘅即食面。大家見到咧呢一個嘅 Peyangu 咧，咁喺日本咧係出名啦嚇。呢一個嘅日式炒面，咁佢有好多唔同款嘅，咁有啲咩激辛 Max 啊呢啲咁嘅，之前亦都好多人有拍過片啊，食辣面啊嗰啲啦。咁但係咧，佢呢度有幾種款咧，我覺得應該會幾好食嘅。我自己未食過，咁我可能會買一兩盒翻嚟咧，咁咪試一試。第一個就係呢一個咧黑芝麻 Max 嘅呢一個炒面，芝麻味咧就一定係好食嘅。咁佢呢個黑芝麻 Max 咧，我有興趣想買翻嚟試一試。跟住下邊呢一個，哇，2000卡路里。って思うじゃん。これすごいじゃん。今日本で一昨日ぐらいに発売されたやつ、これ2倍以上あるんだってよ。マジ？超大成激辛 Max 2142卡路里。黐線點食啊，大佬，食死人喎。でも日本にはもっと大きいのが発売になったばっかり。それはもうパーティーサイズじゃん。まだ来てない香港に。まあ香港に来ても多分食べる人いないだろう。家族4人分じゃん。焼き鳥缶。これいつも俺が食ってる焼き鳥缶？そう。安いじゃん。
佢呢個29.8有三罐。一個タレ塩。これは何だろう。そうだね。違う味だね。いいんじゃない。いいじゃん。いいじゃん。呢個ご購入。雞肉罐呢個真係冇得輸，呢個真係冇食過嘅人真係要即刻買。上次我介紹完之後，應該好多人都食過，但係呢個真係好正。好啦，埋單啦，又係時候估下我哋今日究竟買幾多嘢啦。Mason， 今日いくらだと思う？$700。我哋裏面有酒有剩，我哋買咗啲紅酒啦，跟住又買咗啲酒，又買咗好多嘢食。我諗呢度應該，我呢度標嗰度都冇住。好，最終究竟係幾多錢呢？首先，$715.2。マイさん、どこ近い？Apple Pay唔該。さあ、マイさん、今日も満足ですか？大満足。これな、俺たちもし中国に住んでたらな、週2ぐらいは来るんだな。マイさん、ちょっと。$700なんだけど、でもこんなんはないでしょ。市中心東京買唔到嘢，太邪惡啦實在。啊，parking 嗰度你搞嚟 ，parking 嗰度你搞嚟。三時間都無料駐車 get 到。三時間。好啦，我哋今日咧嚟呢一個將軍澳新開店嘅呢一個 Donkey 咧，咁啊先到此為止啊。哦，原來有男女兩隻喺裏邊啊，小公仔。couple， 哈哈，就海州。やめてそれは。それやめて。それもういたしゃになっちゃう。それがもう絶対車の中にぬいぐるみとか置かない主義だから。絶対やめてそれは。やめてよもう。それやめて。不過もう今日呢個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呢個 Donkey 咧，今日已經係第五次啊。好老實講，我唔知道大家體驗未，即係 Donkey 每次一開新鋪，我哋就走去拍，已經第五次啊。不過咧，咁啊，今日條片咧，我哋先到此為止，希望大家中意。如果大家中意嘅話，今日幾萬 like 啦，有乜嘢係咪同我咪下條片再見，係咁先，拜拜。